国际田联主席拉米迪亚克当裁判，撑杆跳沙皇布博卡做观众，陪跑的是奥运冠军刘翔。别以为是什么高大上的赛事，这只是2014南京青奥会少儿田径启蒙活动。2014年8月20日至26日，南京青奥会少儿田径启蒙活动与南京青奥会同期在南京举行。本次活动由南京青奥组委会文化教育部、国际田径联合会和田联阳光北京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联合举办。活动采用的是国际田联与田联阳光公司共同开发并在全球推广的少儿田径软式体育器材，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17支优秀代表队参加了短跑、跨栏接力、撑杆跳远等多个项目的比赛。活动期间，国际奥委会及国际田联的官员及多位国际体育明星来到活动现场，与小朋友们交流互动，一起体验少儿田径带给大家的快乐。8月20日，位于南京万达广场的少儿田径体育启蒙现场迎来了两位重要贵宾，他就是中国飞人刘翔和国际田联主席迪亚克先生。活动一开始，一身橙色运动服、白色牛仔裤的刘翔当起了50个孩子们的领队，带他们慢跑。对于这些色彩亮丽、材质柔软的体育器材，特别是袖珍型跨栏，引起了刘翔的注意。希望各位小朋友能够收听到申奥及你参加带来的快乐，然后让大家能在碰到困难挫折中，不管怎么样都要坚持努力做好自己。也希望各位小朋友能够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然后能够更加快乐、更加阳光、更加健康。加油加油！在他看来，少儿田径很趣味性，很好玩。迪亚克主席亲自为孩子们的比赛起跑发定，并介绍道：少儿田径要有趣味性，要适合孩子生理发育特点，吸引他们参与，让孩子们快乐地玩体育，正是国际田联的初衷。在为期7天的启蒙活动过程中，来到活动现场为小朋友加油助威的还有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纳瓦尔·埃尔·穆塔瓦基尔，2006年以2.08米打破了沉寂14年的室内女子跳高世界纪录的瑞典跳高名将卡杰萨·贝格圭斯特，及跳远世界冠军美国田径运动员德怀特·菲利普斯。少儿田径决赛于8月26日青奥会最后一个田径比赛项目8×100米接力比赛开始前举行。趣味性的器材和比赛吸引了众多媒体的关注。国际田联主席拉米迪亚克、瑞典跳高名将卡杰萨·贝格圭斯特和跳远世界冠军德怀特·菲利普斯分别为冠亚季军进行了颁奖。历时7天的南京青奥会少儿田径启蒙活动圆满结束。通过活动，成功地向来自全球的媒体记者、运动员和观众们宣传和推广了国际田联少儿田径项目，从而受到了国际奥委会以及国际田联的高度评价。